西，诚实啊，共有，就是每一段关系里面其实都晓得有一些善意的谎言的存在，那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只是为了让彼此过得更好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那既然它是必然的存在，我们就是会去面对它。所以我在面对这个感觉跟我的家人，这种的就是在跟家人说话，跟我的家人面对一共同面对这个情绪的过程，我就把它记录成当我站在你面前这首歌。对，那我听到千百种大家对这首歌的解释，有情人最多就是觉得好像在对情人说话，那我听到之后还有人是觉得他对自己说话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对自己也是一种关系，跟自己相处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。那这首歌当我站在你面前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，就是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去面对每一份重要的关系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 K F。